请问刘伯，是你？天母邀请我前往水天吗？一面就是了，请吧，带路。 结木个组合体神功，唔知几经无极雄性，公安东京武林无人出击有将，王中军天为地高九幽，来将哥多需要。王中军，你是甚款人？你我心地多明，何时催我的水吧？ 那我就开门见山，杨九一来，如果不能清心自己讲，乃修这个素还金时时足金，素还金三级，如同蒙起在度，必独气急休快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功如铁，我情感不多素还金，何时修凶？杨明从红都进我暗度，当今。 不给天母，留下素还金，对咱是迫害无疑的，我不想此机会。杨破军，追！你回动天母，跟随王中军进去，提高素还金，就杀不能。遵命。 王中军，撤！撤！凌霄的素还金，带快我性命。启禀天魔，要先行来路。快将他进入。是。 先生，本座刚好得势了。我既准备偷心，一同前往昆都三吧。太好了，先生，请随本座来吧。我要去鉴定伊的身手怎样。我刚当然陪你去。 杨小天，我来处理的刀剑，三回，你讲啥？刀剑是刀剑，铁是命。你要铁叶小天是命，我叶小莲就先挑得斩你，然后背剑落你，哈哈哈！这是什么所在？ 叶小天该人生啊，为得去？叶小天啊！我不想耽误，拿出刀剑吧。 素还金就是赌金输的，来人，要杀素还金，遵命。
人生，人生就是国民生灵。如果你若真正明智，还早回去良心机困你的中道，使你死后下世情愈歹看。是啊，伟大的天母，你家己计较。两位目睭别好紧看吧。好。也不过有破解孤鄙生灵，就连飞起来也要送三郎命在灯下。危急之时，重送新娘，缓缓而来，紧张紧张紧张。神力入侵，有能力化解魂斗山的危机吗？黑暗都之王，天魔王中心又击杀素凡人。如今其中的素凡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？既然勇剑枪是乎暗中不测先机，金吉星依照金龙之势，在昏迷战中垂钓的世外高人，魔魂先生初心间，以尽量代替素凡人这些副卿们，欲知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大戏《霹雳英雄本质：江湖血路》第22集，演出混淆。